学生嘿嘿。老板喜欢跟美女开玩笑，老板一直在吓我。真的好大一只，而且他两个脚已经把我的衣服。老板救命！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它外面的表皮是酥的，是有点酥酥的，然后里面是非常软的，然后甜甜的，然后很烫手，特别好吃。嗯，这家就非常的出名，非常的火。明星来都要来这里。对，炸五香，它这个是时髦五香哈。对。